常量，就是 app const， 命名就是 app const， 打开，反应比较慢。app const 就是一个常量的一个封装，那我们也把头文件写上 using tterm 点这边想想吧，这个我们也不需要继承于 mono， 因为它是 const， 好，这里面就不需要了。首先我们定一个，比如我们这10页间隔 const int timer 等于一，还有 public 我们的帧数，就是我们这个手游上可能有谢帧，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帧数在这里面去定义30，你只要给这个就可以了，数值可以了。还有这个应用程序的名字，我们也可以放这里面，就是 app name 等于framework， 我们 work 可以，也其他点也可以，就是比如我们说个 game， 还有 public const string app， 这是对等于 app name。应用程序的前缀，和 public const string 扩展名，你看我们的扩展名就是定义了个点 et 38道，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里面设置的时候就是38道，还有 public const string assert 目录，我们就是定义了streaming assert 就是素材的目录。当然我们也可以定义网址const string 等于就是http localhost 我们说6688端口，就是更新地址。好，这是我们的 app const 这里一些定义。好，那接下来我们得写个 until， 因为我们这里面还有个 until，就是你看我们在我们的这里面有个 until， 一些通用的定义。好，我们这里面得打开它，比较慢。把头文件写上using cterm cterm 点 txt using cterm then take using se query actually 这个就是可以加密 text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二三四五六七using cterm AO using 输入输出就写完了。
啊，这个我们也不继承于这个 MONO 啊，这个我们加一个红，就是比如如果是 BZK 模式下，我们就用这个 using editor 1NF 好 class 再开始，这个我们不需要，这个就是我们的通用类。那通用类里面其实可以写很多，我这里面给大家写一下，比如我们正常用的转换，把这个把一个数转化成32位的，比如 public static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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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 o， 这就是 return convert 点 to int 32位 o。 static float object， 那这个 object 是个小写，就是 convert 点 to 啊，这个不是，这个转化一下 float 啊 mass round， 就是 convert 点 single o， 可以弄两位，修复点两位。还有 public long 长整数 object o， 然后 return word 点 to int 64 o， 还有 public static int random max， 就最小值最大值取值。这个其实我们就是为了把它封装一下，便于我们后面去调用 random 点 range max public， 这是整数，那还有浮点数。float max 点 range max， 这是浮点数和整数直接来转化。那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后缀，就是 public， 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后面可以使用，我们这里面还没用到，但是我为了给大家统一，我给大家写出来，因为这是游戏里面经常用到的 UAD， 就是下划线分割符取值，比如 int position 就最后一个出来的这个索引下划线，这返回把这一除掉点 remove， 就把后面这块把这一块移除掉，就是取值用的，通过它分割符取出来。还有就是比如我们获取这个实页long get time 就获取这个系统实页，就是
time span TS 等于 new， 就是系统里面函数 d time 点 ut date time date date 点 utc now 点 text 解去 time 比如我们说从1970开始197011000点 text 就是获取这个时间返回这个钮儿 long ts total millions 毫秒或者是毫秒。还有就是比如我们搜索子物体它的主页，我们通常这个会用模板去写，就是 public static t get t game object go string node where component 获取这个主页，如果 go 不等于空，transform 等于 transform 第二它的孩子 subnode， 如果 sub 不等于空 return get component t，否则的话再返回个空，就查找这个它的子物体，如果它返回它的主页，如果不会空的话就把它返回，就是开这个主页的名字传进来，这个子节点的名字通过它把子节点的主页返回来。还可以就是再写一个，就是把它我们复制一下。就说子物体主页这个就不用它了。就 public static t get t component。就是mpu.com.p component 主页，就它经过拆除这个组件的话，我们直接返回就行了。transform 第二 find child subnode 第二 get component t， 这直接返回主页就可以了。这是返回，就是获取到。当然，我们还有就是添加 static t add add 就添加主页game object go where t component，就是我们往这个主页上添加，那如果 go 不等于空，就是可以几个 ts 等于 go 点 get component components， 因为它是个粗组，就不是单个了，
然后 for int a 等于零 a 小于 ts length 那 a 加加，然后如果 ts i 不等于空，就是 game object destroy，就是 TSI 就把它删除掉，然后返回 go 点 game 啊 game object 点go 点 rts， 如果 t 不等于空就破坏的，然后 go 点 come ever data return add component t， 就是有的话就把它删除掉，重新把它写上去，那否则的话就没加上，就是 null 又空，是添加加组页，这是 game object。当然，我们还可以有这个复制一下，transform这个就是直接就是返回 add t game object。就 TI 就可以了，就是参数不一样。这是添加组页。还有就是比如说插轴指对象。public, static, game object。就是我们要插轴某一个物体的孩子。object, go。String subnode 就是插着我们有个孩子，就是直接返回就可以了。child go 点 transform subnode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指对象写一下，就是 go 还有这个 object child， 我们用 transform， 其实有时参数是个 transform 的话，我们记得就用这个函数，就是它其实就用它，然后 transform 串等于 go 点 find child subnode 就获取到插着的，如果就不做个保护，看看它是否为空，如果为空的话就返回空没找到，否则的话 return 返回这个 try game object， 因为我返回是 object， 就它定用它也可以直接定用这个函数，这就是插着指对象。那么我们还可以查找这个平级对象，就是它的成绩是一样的，就是我们 public static 平级对象 game object game object go string subnode， 就是平级对象，就是这返回片回，就是那个递归它也不是递归，就是递归下面的函数，就这一个 public static game object
片就是 transform go string sub node。给这个其实就是它调用了它和这个上面一样的，它也是 transform， 跟这个类似，我们把它 copy 下来，就是查找transform， 这就是一个 go 点 parent 点 sub node， 如果等于空返回这个这样可以了。下节课给大家写这个编码这一块。好，这节课先讲到这里。